大家好，我是福音，今天是采竹笋的第七天。我身后这些盖黑网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竹笋种植基地。采了这么多天的竹笋，今天是终于不下雨了。今天不下雨的话，那个气温比较高哈，竹笋就会长得比较快。大哥大嫂他们早就已经采了一趟回去了，现在我们也要去采，要赶着时间，趁它没长上来的时候把它采回去了。今天多不多啊？多。这个老乡说今天很多，这边很多老乡都采。今天竹笋多不多？来看一下，这边他们也讲很多，看来今天竹笋真的会长得比较多了。我赶快去，他们已经采了两篮了。看，这个都长得这么长了。今天没有下雨，这个气温也升高了，很多竹笋蛋今天都会开了，今天应该会采的比较多。我们先去那里面采出来。哇，你看这一丛，这丛几乎都开完了，这些今天都要采了，今天要抓紧时间采。肯定等会儿会开的很多，现在采起来也漂亮。嗯，早点采的话竹笋会更好看一些。这好大呀。今天气温突然升高，我们也预想到这个竹笋今天应该会开的比较多，但是没想到还是有很多被它开过掉了。你们看我身后这边白白的，全部都是开掉的了。开的更好采。采是好采，但是这个网群也容易破。看、啊、这个菌盖，还很完整哦。嗯，这种菌盖拿来洗一下是可以拿来吃。嗯。这个竹笋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的天气，前几天一直下雨，下了好多天，今天这个气温一下子升高了，它就好多都开出来了。